好，第五题 A，它要我们 sketch 这个 graph，然后 y 等于2 cos 2x 零到派。OK，然后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来想一下我的 cos 2x 的话呢，它是土舌头，2x 就土舌头两次。这边派，这边二派，然后前面再乘二的时候，这个是二，然后零和减二，然后它在这边，它在加二的时候，它变成四，然后二零，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画出来了，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，它是。零二跟减二零到派，OK，so 这个是 y，这个是 x，然后我们在这边零到派，然后这个上面这边这样，好，所以我这边有零二和四。So 它的 graph 呢，就是这样了。然后这一边它是派，这边是派本二，这边是派本四，这边是三派本四。然后它要我们 find 的，用同样的 axis sketch 一条线，然后找 number of solution for 这一个。So 我们的这一边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它原本的是这一个东西。OK，So 这一个是它的 y，所以我全部一起乘二，所以我就有二 cos 二 x 等于二 x 不派，然后减二。所以我的二 cos 二 x 加二等于二 x 不派，所以我的 y 等于二 x 不派。OK，so y 等于二 x 不派的话呢，它的这一个 graph 呢，会是等于这样啊。然后我的派的时候它是二，派的时候它是二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它的这一个东西，它应该是等下没有，它是 2x per pi，不是 2pi per x，2x per pi。所以我在这边 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会是等于零，x 等于二，x 等于 pi 的时候，然后 y 是 2pi per pi，然后等于二。零零派二，所以它的这一条线是这样，零零派二，这一个这一边是零零，这边是派二，所以它这一个一个两个，所以它答案是 two solutions，OK，好 B 的，它要我们 solve 这个 equation。它在这一边，它是有那个 cos 2x，然后它这边有 cos 2。我的 cos 2x 呢，它可以是 cos 2减 sin 2，二 cos 2减一，然后还有一减二 sin 2。在这一边，我就用 cos 2减 sin 2加 sin x 不二。然后我的这个减 cos 2 x 等于零，所以我就剩下的是 sin 2 x 减 sin x 不二等于零，然后再把 sin x 抽出来，就 sin x 减一不二等于零，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 sin x 等于零的话，sin 的 graph 是这样。然后我的 domain 是零到三百六，包括零零到包括三百六，所以 x 等于零、百八和三百六。
然后我的 sin x 等于102，然后我的 basic angle 会是等于 arcsin 102，然后它会是30度，然后 astc， sin positive 这个是 theta， 这个是180减 theta， 所以我的 x 呢会是等于30度，还有150度，这个是180减30，所以全部合起来，我的 x 等于0度。30 150 180 360，好。